嗨，你好，我是刘海爸。为了不浪费你的时间，我先把自己的20年来关于网络创业的实作方法，以及我观察过许多其他人成功方法中呢，风险最低而且获利最大的最佳公式，大陆人叫做套路啊，列出来给您参考。第一，建立个人品牌的定位，吸引精准的潜在客户。第二，创建销售漏斗的流程，过滤出真正会付费的客户。第三，创造线上课程，让利润最大化，因为卖知识的成本最低，没有库存的问题，更不会因此而负债。第四，让客户加入联盟行销行列，建立你自己的云端业务团队。这是我近1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如果你是属于以下这类的人，那你就很适合看完这个影片。第一，你已经拥有至少一种专长和相关的工作经验。第二，你希望透过网络销售你的专长还有你的顾问服务。第三，你愿意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暂时牺牲目前的娱乐时间。第四，你真的想要拥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自己当老板，即使你只有一个人。那不适合继续看下去的人呢，包括一，你希望投一点点小钱就能够赢大钱的赌博心态，因为这不是教你炒股的影片。二，希望投资一点点小努力就得到大大的回报，譬如说写一篇文章或拍个影片，然后就能够得到一大堆的订单，这样的人呢就不太适合往下看咯。好，如果你想打造一人公司帝国，请听听我的故事，你会发现原来这样子创业根本没有失败的风险。想继续听下去的话，可以点击下面的按钮，在关于我们的这一页看看我从1997年退伍到现在的心得分享，可以让你少奋斗20年。